你只不过是钓虫小技，别动！快，慢点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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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怎么样啊？哇，好了，进去了。威风不减当年啊，舅舅。看你说的。哎，还有哪不舒服啊？这里痛，屁股也痛。哎呦，我看看你都长这么大了，真是不害臊。屁股痛自己揉，还有舅舅帮你揉啊？是你问的啊？你问我哪里痛嘛？哎，舅舅，我问你一件事。今天呢，我在姑妈坟前见到一个姓周的，他也去拜。他什么人啊？哎，仁哥，哎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快来啊！哎，好，就来就来。哎，舅舅，他跟姑妈什么关系？这个，小孩子家别问了。哎呦，讲给我听嘛！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要是我真的跟你说了，你爸爸准饶不了我的，不能说啊！怎么可能？哎，舅舅，都是男人大丈夫，对不对？两个男人之间的秘密，讲小声点啊！哎，这件事啊。要说起来可就话长了。那舅舅，这样吧，边化妆边讲。哎呀，你哦，仁哥，来顿什么？苏三起戒吧。好，哎，苏三起戒、啊、讲给我听嘛。那好，阿海，我可是只说一遍呢，就一遍，就一遍。这事就这么多了，啊！我走了啊！喂，哎，舅舅，舅舅，你等一下嘛！等我呢，刚刚哎，我来了啊！哼，都没听到。来，知道知道。小二，加水啊！啊，来了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来了啊！哎呀，老爷，你快趁热吃这个水饺吧，因为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还要记住啊，吃的时候啊，里面的肉啊，你可不要吃，要吃外面的皮，因为呀、啊，肉里面有很多的汤，所以啊，它那个皮啊，就特别的好吃。你讲完了没有？吃东西这么挑剔，会遭天谴的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我老公啊是泰山北斗，又是汇海庄的老板，生了个女儿啊，又特别的乖巧。你说我怎么能不开心呢？你漏了儿子了，你怎么当人家母亲的？一点都不关心。儿子已经20岁了，还游手好闲，一事无成。我在他那个年纪啊，就已经威震江湖啦。不是江湖，是江湖。哎呀，儿子是儿子，你是你，比什么啊？荣老爷，荣夫人，喝茶。哎，你是阿明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倒茶呢？我在这里当伙计，当然要倒茶了。哎，怎么是你呀、啊？你以前呢、啊，打老娘，和邻居吵架，还有啊，吃喝嫖赌，你不止这些，我还抢劫、勒索、放高利贷、逼良为娼，什么坏事没做过？除了强奸大肚婆、抢劫女人没做过之外，什么都做过了。不信可以问问街坊啊！哎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不过你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，这也不错嘛。还不是因为我娶了个老婆，我娶了老婆之后啊，变乖很多哎。是吗？阿姨，上来帮忙。啊，忙来忙来。哎，我老婆叫我了，哎，你慢慢喝啊。我老婆好正点呢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哇，娶了个好老婆，倒挺管用的。哎，老爷，你在想什么？八姑，哎呀，
我说龙老爷，你可真是货呀，让我八姑当媒人呐、啊，包你年初娶妾，年底抱儿子。我八姑，你搞错了。错了呀。哦，是大小姐要出嫁呀。你在胡说什么、啊、哎，你不要乱说话啊，我什么时候嫁人啊？啊，又错了。哎呀，八姑啊，你在搞什么？是我要为我儿子阿海啊娶一门媳妇儿。哦，少爷啊，行了行了，包在我身上，我呀包他今年结婚，明年抱个大胖儿子。哎，你不要光会说啊，我们是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。是啊是啊，当然了，我手头上啊就有好几个人家的姑娘、哎、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。哎，才几个不够啊。哎呀，越多越好啊，反正呢、啊、货比三家不吃亏，何况是我们家挑儿媳妇儿。哎，哇，荣太太啊，你是想要全上海的姑娘都让你挑？如果你能办得到，那最好了。八姑，人手不够的话，你就请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什么姑都请来。哎，是是是，老爷，这一下我们家可热闹了。我们家热闹了。哎呀，妙啊！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帮忙挑啊，很有趣的。哎，是啊，太有趣了呀！哎，爸爸，这么大的事情，要不要先跟阿海商量一下啊？嗯，商量是一定要的，不过不可以反对。虹口租界，不好意思哦，你可不可以先送我一程啊？我有很重要的事。哇，你好过分哦，让你上车还要先送你，什么事这么重要啊？我要赶着去相亲啊。哦，怪不得你会这么紧张了。哎，可是你现在像落汤鸡一样，恐怕会没人要哦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你也用不着这么担心嘛，就让我来帮你搞定好了。哎，去拿着哦。陈青霞小姐。
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来。哎呀，荣老爷，你要求不能过高啊，这些人都是我百里挑一的。八姑啊，还说百里挑一呢，你把去年生过的都带到我们荣家来了。哎，不是、啊、你以为我们荣家是什么烧破烂的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，来一个了。哎呀，荣老爷来了一个啊。小姐贵姓啊？嗯，我叫美丽。有姓美的吗？嗯，当然有了，是南方姓氏，三国志、魏志都有记载，这就足以证明了。不过当然没有荣老爷您的姓氏、叫起来这么响了。哎呀，姐夫啊，你看他的屁股圆圆的翘翘的，哎哎呦，还挺结实呢，一定会多生孩子。不错。哎，弟弟啊，这个不错，考虑一下。姐别闹了。哎，姐姐你说呢？哎呦，仁哥你快点过去看个仔细啊。我的眼光不会错的。听谈吐啊，你一定念过几年书吧？哎，我是念过书的。好啊，妹夫啊，这个有点知识，又会生孩子，正点哦。全能的。当然是全能了。荣老爷，我看这个就这个。哎，你觉得呢？好是好，不过我怕。怕什么？怕他会惹来一大堆蚂蚁啊。蚂蚁？这哎呦，还是甜的。冰糖葫芦啊，姐。老爸，你要我娶个傻子我无所谓啊，我就怕我将来我儿子你的孙子是个傻子白痴啊。冰糖葫芦。都是你那只冰糖葫芦。哎，你要搞清楚，真的不关我那只冰糖葫芦的事了。还说不关你的事儿，他们开始都很喜欢我的，都是因为头上那只冰糖葫芦啊，你害我嫁不出去了。哎哎，都是冰糖葫芦。哎呦，当然不是了，你是个好女孩，那是因为你在荣家碰到的全都是坏人呐、坏人怎么会喜欢好人呢？对不对？不对啊，有个娘娘腔的人开始也说我好，他还用唱的唱出来。哎呦，你想想看嘛，他是用唱的，用唱的怎么会是称赞你呢？对不对？其实啊，真的不关那些冰糖葫芦的事。好了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喝杯茶再说啊。你想清楚，有没有人说过你们家风水不好，你的命不好，或者是说你的生辰八字不好啊？是啊，小时候我爸爸就死了，他们都说我命不好。对嘛对嘛，连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不关冰糖葫芦的事了。是啊，他们荣家都是坏蛋，特别是那个荣少爷，他还说我傻乎乎的，以后生出来的孩子都是白痴。哇，怎么有这种男人啊？哎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快点告诉我。他叫荣海山。荣海山，好，我一定会记住这个名字，你放心，如果我看到他一定会帮你报仇啊。好了，不要哭了啦，你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啊？我是从乡下出来的，事情都搞成这样了，我还有什么面子回去吗？那就不要回去了。哎，干脆你住在这儿好了。哎呦，你不要用那么感动的眼神看着我嘛，反正我也是自己一个人住，有一个人陪我也不错啊。哎，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我叫美丽。你呢？我啊，我叫英子。英呢就是英雄的英，紫就是紫色的紫，好听吧？我这次来中国一定要完成我的理想，要完成理想就要保持最好的作战状态，要保持作战状态就要有最好的体能，要最好的体能就要吃饭。但是我已经三天没东西吃了。你这个什么包啊？这个包子一定比你的包子好吃。我们来换一换好不好？不行，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。
先生，请问要请人？不请不请，不用钱。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只要有饭吃就行了。如果你认为做得好，给多少都可以。不过我要先吃饭。你不会吃完饭就跑了吧？绝对不会。来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哎，你是不是刚放出来啊？哎哎哎，放在转关那个仓库里啊！搬了45箱，每一箱呢1分钱，一共是4.5毛。啊，谢谢。请问有没有卖纸笔？有，我们这儿有洋笔，有水笔，纸呢有宣纸，有洋纸。你要哪一种啊？啊，只用最便宜的那种。笔，水笔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？水笔可是洋货哎，很贵的，不能借。这毛笔呢，写一次也会掉几根毛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意思意思，收你一点磨损费。好，那请问可不可以帮我写封信？写信可是要收钱的，不过我比旁边那位专门写信的老先生便宜。那收多少钱？这要看你写多少字，字的笔画多呢，当然就贵一点了；字的笔画少呢，就便宜点。这样吧，看你刚才这么卖力，一张纸呢收你2分钱，一个字呢1分钱。这磨损费，啊，算算算，也是1分钱了。嗯，我想省点钱，会写的我自己写，不会写的你帮我写。行，第一个字是马字。等一下，第三个。多了一点，不过不多收你钱。第二行第二个，中华武术。中华武术。最后一行第四格，称雄。谢谢。和武士称雄，马如龙。谢谢您，这封信合作愉快。哎哎哎，你认识我师父？这小子，哎呀，踢馆的，老妈，帮我看店啊。你们放心，我们办事情一向很仔细，绝对不会搞砸的。哦，好好好好好了。
啊，请啊。哦，好好好，这边啊，请，谢谢。哎，李老板来了、啊，再见再见再见。慢慢走啊。啊，好。对不起啊，老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见。对不起啊，大小姐。你来结账啊？还有几个客人还没给我钱呢，能不能再宽限几日啊？嗯，谢谢，谢谢啊。你找阿海啊？啊，他跟我爸爸正在招呼客人。大小姐，那我能不能坐在这儿等等他？坐吧。谢谢啊。哎呦，妈要出去啊！是啊，走了。哎，石记啊！哎，石记啊！哎，三舅舅，石记啊！嗯，你又来了。坐吧。坐坐坐坐，坐坐。谢叔。哎，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超浓缩。哎，你们看啊，我们在这杯子里面加那么一点点。好。哎，张老板，如果你要是做我们产品的总代理，我们的产品今年就有希望了。哇，真的那么厉害？一点点就可以通肠胃，可以考虑。阿海啊，取个什么名字好啊？这事交给你了。好，好。荣老板，其实名字很好取啊，要么叫通通通，不然叫一路通，要不然就叫一路顺，都行啊。对了，超浓缩八达通。好啊，荣老板，好啊好，就叫八达通，八达通，哎。哎，这样好了，我回去准备合同。那么今天我就先告辞啊。哎，吴大吉啊，你说的这么厉害，这么神奇，你试喝一次给我看看。好吧，那我就喝下去，咱们今天合同就签订了。我荣百川一言九鼎，只要你喝完了就可以。好，喝完就可以了。我全喝完了。啊！好，嘿呀，嘿，好，嘿，呀，马师傅，师傅，马师傅，师傅，马师傅，师傅，什么事啊？师傅，那个日本武士来了没有啊？什么日本武士？哎，就是现在在上海到处接管那日本浪人呢。哎呀，他真的来了。师傅，怕什么呢？我们这兄弟这么多，管他三头六臂，他来了，这不打着管去啊？给我闭嘴！荣少爷，您就是为了这件事来报信的，那可真要谢谢你了。哎，马师傅，话可不是这么说啊，大家同是武林中人，要同甘共苦，对吧？再说小宝和石记，大家都是兄。茅厕在哪里啊？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哎，石记啊，你怎么知道日本武士过来找我们呢？师傅，师傅，外面有个多少人来找我们求战呢。好，好一个兔崽子！十里爬外，帮着外人来跟我捣蛋啊！师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还问什么意思？你看看，这个挑战书就是你写的？不是我写的，师傅。你还说不是你写的？老实跟你说，你这个马字啊，老是写五点。马有五条腿吗？师傅，我的他还是什么？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是吧？我这封信是他写的。阿列多古代 master， 你这个兔崽子！我先上啊，是吧？
我可真是无辜的啊！小宝，你去试试他，攻他的上中下三路。好，上！哎呀，上！嗨！你们都给我上，都给我上啊！要来哪儿？这次回来恐怕要给你添麻烦了。表哥，你客气了，我还怕你嫌这太小住不惯呢。哎呀，中国啊哪有外国好啊，是不是啊阿守？嗯，老爸你说的没错，刚才我上街感觉这灯光比伦敦暗得多了。是啊，哎呀，中国的车子实在太陈旧了，简直不能跟纽约比啊。我就觉得奇怪，你们怎么住得惯呢？哎，阿柱啊，他们两个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啊？不要乱说话，如果被爸听到又会说我们没礼貌了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身为炎黄子孙，外国不管有多好都比不上家乡好。哎呀表叔啊，你怎么那么守旧呢？就是这不叫守旧，是不忘本。哎，阿海回来了。海山。怎么才两年不见，你的身体变成软骨头了？表哥，阿海，快点见过表伯父，快点。啊，表伯父回来了。哎，好，哎，坐嘛。他们刚刚从日本回来。上一次他们两个从英国回来，就说英国的家具怎么好。这一次他们从日本回来，该说日本的茅厕好了。哎呀，你说的对极了。日本的那个马桶啊，是按照人的屁股来量的，坐上去啊，分毫不差，舒服极了。哎，你看阿守啊，喝了两年的日本水，结实多了。过去啊，跟你学了几年，那是中国的拳脚啊，那玩意儿不行了。现在学日本拳，厉害得很呢。打死我都不信啊，您的日本功夫会打得过中国武术？阿海。那你学的是什么功夫呢？嗨，日本的空手道。我敢说啊，现在没有人抵得过我三拳。阿守啊，你要学习中国人的谦虚啊，这三拳是不行的，恐怕得要四拳。好啊，我想见识一下。啊，爸，不如让我试试看。好啊。阿海，哎，拳脚无眼，点到为止啊。我现在啊，表哥，比武呢通常拳脚无眼，不过你放心，阿海一定会手下留情的。啊，没问题，儿子，哎，全看你的了啊，开始。哎，来，表哥手下留情啊。老弟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来吧。怎么样？没事。
情了。表弟啊，多谢你的阿海手下留情啊啊！我这表哥啊，从小就欺负我。他这次从日本回来，不晓得学什么下三滥的玩意儿。我让他，他害我呢。哎，你怎么不告你爸呢？哎，告他有什么用？他会信啊？这种人呐、啊，哪天叫他出来揍一顿不就行了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大人有大量，对吧？放他一马。好，算了算了。今天呢、啊，你带我们到城隍庙去散散心。现在啊，改天吧。哎，你怎么穿着深颜色的衣服呢？啊，你这小子是不是又有什么阴谋诡计呢？啊，哎，是不是兄弟啊？是啊，放我一把吧。不成？那不成？不成？顶多，明天法事大餐。你说的，一言为定哦。行了，明天在店里等你啊。当然了，啊，等你啊。好，行了，不送了。哎，这么巧啊！哎，这么巧啊！哎，如果让他知道我半偶然相遇。会不会觉得我在说谎啊？哎，哎，这么巧啊！我出去一下，你乖乖的，我就买好吃的东西给你吃。哎，是你啊！啊，英子，是他啦！他就是那个欺负我的荣海山，你答应过替我报仇的。不会是他吧？我很用心照顾他们的。早上一起床，先陪他们去大小便呐、啊，吃早餐呐、啊，一有空还给他们听音乐，什么钢琴啊、爵士乐啊，我怕他们学坏，一到晚上很早给他们睡觉了，要不然长大以后他们样子很凶恶的。怎么看他都不像美丽说的那个坏蛋啊。英子啊，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讲？啊，是啊，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跟你说。哦，我也是。那你先说吧。还是你先说吧。那好吧，我这个人最讨厌人家说谎了。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当众侮辱过一个女孩子？我没有啊。你说谎？没有啊，我从来不讲。我只讲过一次谎话。那就是你当众侮辱过人家了。没有。你刚刚说有，现在又说没有。你先坐下，慢慢听我解释嘛。上次我不是讲我在圣约瑟学院读书吗？其实表弟啊，你又在这儿说谎了。你可明明只读了私塾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这儿揭穿你说谎的骗局啊。小姐，请允许我自我介绍，我是荣海山的表哥，他从小就爱说谎，从来不讲真话。你太过分了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事实骗我的？我真的没有啊。有啊，小姐。哎呀，我呀，明明曾经听他亲口告诉我，说他有很多的手段去骗女孩子。哎，你讲够没有啊？你看看你，连小鸟也不放过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，算我看错你了。哎，燕子，燕子，哎呀，人都走了，算了，哎，你，小麻雀还没死嘛。哎，不过，哎，你就要死心了。哎，
哎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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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先生，你真好，哎，替我报仇嘞！报仇？哎，你这一脚真是太厉害了！什么？拳脚之劳，拳脚之劳！我走了。哎，先生，哎，您尊姓大名啊？你，真是太帅了。英子，我送你一程好不好？哎，你听我解释嘛，只有五分钟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不然的话，两分钟，还是一分钟？你听我说嘛，英子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了，不是这样子了，你听我说嘛，英子，你听我解释嘛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不想再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听你说谎了。哎，英子，哎，英子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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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这个人脸皮怎么那么厚？人家都不理你。闪开！你，哎，英子，英子，英子，再给我两分钟解释。小姐，这个人呢，我看就算了，就给他一个小时也没用啊。你，哎，你说想打架？来呀！你的目的就是想解释吗？那你就跟他说，我根本就不想听。我还有一句话想跟你讲，就那小鸟还没死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我那个表弟他很差劲的，你可千万别去相信他啊！他刚才还跟我堂手打，他可死定了。哎呦！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好臭，好难闻哦！没有啊。有，你的嘴好臭。啊？哎哎，小姐，小姐，糖手啊！哎哎，搬东西了，快点快点！嘿，岂有此理！这糖手简直欺人太甚了。海山，也就你能够忍得下他这股气，要是换成是我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他居然敢敲你的女朋友！像我石矶这么老实的人，我都看不过去啊！这种人啊，一定要给他个教训。好，揍他！对，揍他！你就是唐手，哎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叫唐手？快点回答我，是又怎么样？那就好了，你有没有勇气接受我的挑战？本少爷现在一肚子气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跟我打有个规矩，
哎，这么多人都不吃宵夜啊？阿海啊，赶快过去向爸爸认错。啊，认错？我有什么错？你刚刚……阿海，我问你，你刚刚是不是跟阿守打架？那还用问吗？我们跟人家根本没有结仇啊，而且刚从日本回来，一定是他和阿守比武的时候输了，他心里不服气，暗算了阿守。又怎么了？哦，那个臭小子，他打不过我回来告状啊，没骨气。你说什么？你真的打了阿守？哎呀，儿子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一打架闯祸了？哼，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哎，那个臭小子上次用阴谋诡计害我，哎，这次终于啊让我海扁了一顿。礼尚往来嘛。那，顶多男子汉大丈夫，家出来打两下不就行了？你还说，你混蛋！你把我儿子打得那么惨，你还说风凉话？阿贤，阿贤，把我儿子扛出来！这个去呀，扛出来！快快去啊！你们不会说他就是我表哥吧？阿海啊，打架是小事，你为什么把他打成重伤呢？我跟大家讲清楚啊，我就那么轻轻打他两下，怎么可能？老爸，你最清楚你儿子了，我可能把他打成那样吗？哎，表弟，你得给我一个公道，要不然我就一状告到法庭，要你好看。表哥，我自有分寸。嗯。家法伺候，老爷，使不得啊，老爷，老爷家法。哎呀，老爷，你看这少爷年幼无知上，饶了他吧。老爷，老爷，不要啊！老爷，哎，你拿棍子比划两下，你这不是演戏给我看吗？荣百川，你一直讲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你就用这个办法来蒙混过关吗？我荣百川顶天立地，只有人负我。从来没有我负人。阿海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有没有打过表哥？打过。好，敢做敢当，总算是一个江湖中的男子汉。阿海，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？爸爸替你完成它。